谢谢，只需要一个这一刻该问为什么卡吗卡吗不再去猜测任何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不卡那就好把昨天翻完吗翻不完根本翻不完晚上好晚上好真的不是我不想翻是我真的心有余力对了又是海底捞见面啊 Hello 我看我今天这头毛它老是在听话没有太瘦了是因为它有自动瘦脸关不掉是的我太瘦了你可以把下面切到标准模式真的吗真的吗发现我手机不会磨皮也没了吧不会奇怪的就是因为在这个标准对切了呀就好了。如果还瘦，是你真的瘦。哦，那原来是我真的瘦啊。哦，LDJ 是哦，林多佳。确实。我觉得我今天素颜。你们能不能就是不要太关注我们的这个素颜？那好吧，谢谢爸爸。对啊，又在揣底了。我妈回去我夜店。笑起来就没那么瘦小意思。怎么这么白啊？对，我今天脚都超疼，今天脚超痛，因为昨天走了20000多。对，一个就是脚真的非常痛嘛。0.55怎么又在问我什么时候跟别人约迪士尼？我就是说，虽然说我get到了迪士尼的有趣，但是我最近有点，是不是有点太累了一点？去这么频繁。我刚刚好幸福。迪士尼的大鸡翅，我就咬了一口，然后呢，就是说吃它太不雅观了，我就没吃。谢谢口丁天王送的皇冠。没剪是那个电脑。哎，你要不要给他们讲那个桌号？今天眼妆好特别，每天都不一样。谢谢雨婷，只爱抱抱版送全妆，谢谢。今天眼妆有点 bling bling， 谢谢啊，谢谢。小兵吗？谢谢。啊，六个大杯还是？啊，你们谁要？每天都走在时尚尖端。什么东西？大杯。那是我的椰椰汁。你要冰吗？我不要冰。就先来两个。哦，对了。建议我去按摩，这些发型好特别。今天的发型就是说没有变过呀。吃啥？吃海底捞对。直播一直都没提醒吗？好像天线宝宝，你才像天线宝宝。你像那个紫色天线宝宝，谢谢就不猜西西送的权杖。现在一会儿就来了，妈的！现在看检测宝，那没有支架，我的耳朵支棱起来好可爱，耳朵支棱起来显脸小，你知道吗？耳朵怎么红红的？对我这个耳朵，我跟你们说，不是这边耳朵，这边耳朵你们看到了吗？我把一个耳骨钉取了。今天早上我觉得老痒了，我在那狂挠，结果挠着挠着我手就是全是血，然后我就马上用酒精消毒，我才想起来这还在结疤。然后这边耳朵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这个耳朵中间这儿就特别红，而且现在捏着也特别特别疼，我都觉得我的没下单吗？我看一下这些。而且我就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到现在也很疼，都已经很多天了。不是上我不是外边长东西了，是骨头里面疼。谢谢求天送的权杖，感觉就是这里面骨头怎么了？没关系，没有小疙瘩，我感觉像是骨头折到了，耳朵要骨折了，扎起来了。真的，我这边又没有打耳骨。太自我了，这有人如果寄送我的皇冠，那个什么，我找一下，然后再给你，然后再给你发一个。
折耳根吃多了，我就变成了折耳，是吧？没事儿，就是北魏的时候，其实我很想吃那个在张哥跟老师。这边给咱们打点。我已经不喜欢高飞了，高飞有点显丑。现在菲菲想要转运送潼关，菲菲有哦什么菲菲，高飞有点丑。我要很多香菜。没有打香菜。我待会儿去给咱们打一点。好，谢谢。我喜欢那个咸蛋黄油的。我现在喜欢。谢谢花生。Nick， 算了 ，Nick 也不行。我喜欢毛怪。我们觉得又没有吃过老饭了，是吗？喜欢毛怪。没有人喜欢吃。有我，有钱了，我要把世界种满香菜。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琪琪弟弟，我一直都不喜欢，就是。我就是喜欢丑的呀，有钱了我要让所有人看见所有人都吃，越丑我越喜欢。喜不喜欢奥勒米？那谁呀、啊、那个乌龟啊。啊，喜欢啊，绿色的那个，喜欢啊。我还喜欢那个一个蓝色的斜刘海，然后一个女的是这样子的。哦，那个悠悠，对，给热香菜的一个蓝色斜刘海，戴了个眼镜，这样子。不行，不能叫他小王，不能叫他小王。他表情是这样子。阿虎，谁懂？对，戴眼镜，戴了个框架眼镜，圆框眼镜。就是说那个复兴小油条，就是推荐煮的，不用那个，不用煮，但是煮的很好吃。太喜欢了，天哪！这也在直播吗？嗯。这也在哪个平台直播？我到时候也去看一下。虎牙，虎牙，我也看虎牙呀。真的，我们在新秀区直播。新秀区、啊。虎牙新秀。不好意思，因为哎，怎么打开这个？就很快，你看。快点，稍等一下啊。好熟练，好熟练。哎，我其实也很喜欢看那种美女直播，我喜欢在 B 站上看。B 站没有新秀区好看，你要看虎牙新秀舞蹈区。我喜欢看 B 站那种二，那种可爱的。吓死我了。我还喜欢，最喜欢的但就是那个斜刘海那个，然后还有那个绿色的乌龟也喜欢，毛怪也喜欢，丑也要丑的有特色，我太喜欢。好好看，那个斜刘海的叫悠悠。八四光年不够有特点啊。不是杰尼龟，那个龟叫啥嘞？奥勒米呢？小秃头。不能叫他小秃头。小孙子，小孙子，你喜欢啊？我喜欢，我看妈粉。嗯，谢谢那个。那你想还最喜欢谁啊？李娜贝尔。我现在的那个我没有去找过他们聊天，我也觉得很尴尬。嗯，以前叫李娜贝尔，现在叫奥勒米了。他们又不跟我们讲话，就在那比手势，我就会觉得很尴尬。啊，可以啊，他有些很会营业。真的吗？都没有我会营业。确实。那我见到他们就会很尴尬，就如同见到了就是说竞争对手。饼饼是谁啊？没有土豆。就是那个黄的哦，有耳朵的，没见过。我也想吃大耳狗，像大耳狗。哦，没点。我点了一个那个。三尺太长，太长，我们快的油条了。谢谢谢谢。饿了吧？但是你要说我真的喜欢，我没有喜欢的。
谢谢自动化小鸡送的权杖。番茄锅煮土豆确实油炸是很烂的。对，我超喜欢喝这个。谢谢，干了。然后我第一次去做了那个爆爆龙，我之前都没做过。番茄汤牛肉粒，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刚那边来了好几桌，今天晚上可能可以给我们两个漏斗吗？可以的，晚上可能人稍微有点少，可能顾不上咱们，不好意思啊。没事没事，没有，需要随时叫我就好，叫小林就好。好的，小林。抱抱龙不吓人啊？为什么有没有大拇指？对，等等问问，确实，确实那个，确实确实，我是不害怕的，但是就是冉冉在我旁边尖叫。对了，就是说停下来，就这咱们菜有点贵的。是啊，我很早就能理解吗？你们要不要尝？这种东西就是很可怕呀。巨好吃。只是我就是百毒不侵，这个，这个不就是下下去了吗？你现在可以直接吃了。可以直接吃，这不是助兴火锅。对不起，没事。可以直接吃，也可以下锅免煮。这是火锅那个助兴有小油条吗？你们先尝尝，就是尝尝啊，他现在可以直接吃了。啊，炸过的。没事吧你们？没事吧你们？这个好吃，水果很好吃，有没有？有没有？还行。你好，我的菜。来，我带别人吃，你们都要吃点心。做鸡小油条，没事，鸡吃溜溜没油。好吃的，你的直播风格是这样的。对啊。哎，因为他们忽然在刷这个。你好，有杯子吗？大杯子小杯子？大杯子。好的，妈，要不要冰块呀？它是全蛋黄。啊？要不要冰块？不需要，谢谢。好快，给老师吃吗？还是有点尴尬。在记忆里自动删除啊。刚才谁说的那个啥猪肉？我想吃。我就是已经立下誓言，要把我的三月过得很精彩。谢谢，哇，好大，大杯，多精彩！就是去学很多东西，你们想吃小，然后去实践实验。我们还有什么对话环节？只有我们讲。我要拿个杯子装。对啊，我是国外新手去的，我一会儿就要开始给大家扭。扭，然后后面放一盏灯，然后前面有风吹那种，然后给大家跳个凳子。我还是想去做那个暴力熊。你们有人想吃小猪肉吗？没有，没有，怎么办？我一个人点，我不好意思。或许，他们两个想。暴力熊就是，就是那他们说那种潮男最爱。还有人要来吗？他到了我等，他到了我的，谢谢干干了，但是转化率我也不行。嗯？天哪，海底捞居然在放我喜欢的歌。点完他们就进去。不是，因为我对我很。我是不是在外面给别人抬头纹？对啊，我看起来有这么有看到，因为额头的脂肪很少，没有这种。说实话，我觉得这油条没有煮的好吃。很同意，是吧？所以我根本就没吃，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话。很好吃呢，煮一下才好吃。要不然再来一份吧，我要个半份。我不了，我就一根够了。站起来，徘徊的你。好尴尬呀，就这么站在这儿吗？好吧，谢谢你。有些人的额头就是没有脂肪呀。对啊，我为了拓展一下业务，就是进行那些调查。爽一
打过？九寨还没打。内蒙三川羊肉。帅哥伸手二十秒。耳朵挺好的呀。我会去，我会去那个。你好，可以再帮我弄一碗这个吗？谢谢。我不要牛肉。只要芹菜吗？哦，对。我都要。没有瘦，没有瘦，谣言，谣言。因为我点的饭都点半分的。就是喝你喝番茄汤要什么香菜？正常的吧。对啊，不叫牛肉粒，感觉太撑了。没事，我一般都是吃完之后，然后就下睫毛好长。现在是3月3号，你们我发现我们都没有打料哎。你要去吗？我不去，我在直播呢。除了我菜，我不怕。这边几位喝汤吗？番茄汤。现在也很卡吗？主要是他这 WiFi 我连不上啊，我真的。妈